杯被剥皮，摸摸小手一杯水，63万，真是射字头上9把弯刀啊！许多男人喜欢把妹，可要小心不要把到剥皮店。日本有家剥皮店在街上揽客，找到一位看来像是公司高层的男子。男子在店内摸摸小手，再喝了一杯水，结账时账单竟然要价63万，约台币18万。男子抗议，这18万除非是两位妹再加几轮大酒才有可能。店方立刻闹人，啊，你是要吃花生米吗？男子只好假装屈服，他在提款机前偷偷报警，才脱离9把弯刀的困境。动新闻综合报道。